能点歌的，你想听什么？你想听什么啊，亲？我唱歌是要命的，你好啊。小幸运。好，我给刘福道先点首。好，哎呦，别跑了。谢谢 Jackie 范范。是这个吗？刘福道。啊！发现我的微博已关注，谢谢关注哦。我听听。哎，我还第一次听呢。谢谢刘福道。谢谢平安哦，不光要圣诞树，还要平平安安哦。我不操粉，你们别再想骗我了，我已经知道操粉是什么意思了。谢谢刘福道。谢谢姨妈。对，我在我这听歌的也挺多的，因为我经常会更新一下歌单。异于山人想听什么呀？谢谢大家赠送的鱼丸哦，摸摸。对，我是公牛队的粉。你想听，你还想听什么？谢谢三十。
你就 谢谢三十，么么哒。没有，金瑞妍是我亲弟弟，他说他把美。啊，我是 MC，我不是 MC 呀、啊。他说他把买皮肤的钱都给我刷愁情了，想点首歌。30秒，too much 什么？你要点的歌吗？异域山人，嗨，小鹏鹏，好吧，金瑞妍，你要听什么？我给你点一首。哦，送我礼物的兄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刚那个，我给你找一下啊。异域山人知道的真多，你是百科啊，百度百科。是这个吗，小舅子？你想听欠夫的爱？对的啊。哦，我们家都听这种，一看到我就觉得赚了。这是小舅子爱听的类型。谢谢关注哦。我们来听听小鹏鹏要听的啊。哦，我发现我听我歌单的差不多都是这种类型。该选英雄的赶紧去选英雄哦。对对对，是的，是小舅子要听的歌。